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小花，这是我的小宝贝小可心。哎呀，我们的小可心好可爱呀！这个，这是你刚刚买的这个帽子吗？Hat？Yes。哦，<Yes. S 1> oh, 在哪里买的？你们小花？Online shopping。Store close？No s t o r o close. I buy online shopping. Okay，这个 How much？多少钱、啊？三百五十。 三百五十尼币，ps, 大概十八九块钱啊，十几八块钱。哎呀，很可爱啊，一个蝴蝶结，很符合我们的这个小宝宝的风格，呃，很可爱。啊，我的小可爱呀，很可爱啊。你们呢？小花，我们今天给你发工资了，啊、呃，因为你们呃，小花的话，不给他发点工资的话，他没点私房钱的话，啊、呃，心里不太开心啊，做事情没积极性。 所以我们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我们的小花同志花发,发一点工资哈，这是 t i f t y t o u s n 的女小花，give you，give you，这是给你的这个私房钱哈，就是这个拍视频的辛苦钱啊、呃，这两个月没有给女明兰了这个，我们给 fifty thousand，大概就是两千五百块钱哈。 给点你们俩私房钱，他可以自己支配一下，可以去买点衣服啊。哦，我小宝宝笑了啊，笑了笑了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不不？让自己小花自己去支配一下哈，省得放在一起的话，他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的钱啊，他就用的没有那么的顺手。嗯、呃、我们这个因为做视频，我们也是两个人通力合作嘛，所以你们俩想卖点什么东西，我们也就 OK 了这个。 小花，嗯，我给你的 money 你拿着去干嘛去了？我买金子。你买金子去了？Yes。Oh my god！你你每次我其实每个月每每两每个月的话都会给小花一些钱哈。其实这次的话我是真不知道哈，嗯、这个小花是把这个金子买回来了，嗯、然后我我才知道哈。本来我是去店里拍一下。<laughs> 这个小花的这个，但是他就把这个金子买回来了。这个，这小花的是你买的金子？是的。这个 how much 这个多少钱？都涛都二十二二二十二十万。二十万？呃，u s a n d 的还是土汉杰万挣的？真的。万汉杰他挣的？十万二十万。十万。 OK，这是十万啊，这是上次上次那。不是我二十四万。二十万。嗯。OK，二十万。太大了。二十万，上次那一条的话小一点哈、啊，你抽着抽着这个，挖一条大的。<Yes. S 1> 其实，在上次的时候买那个指甲的时候，不是买那个指甲哈、啊，买那个戒指的时候，哦，戒指没在这里吗？那个大戒指在那里啊。 买个大戒指的时候，我就叫你们叫袁小花不要买哈。这边的黄金的话，比我们国内要贵很多哈，而且是沙金，它的这个纯度没有中国那么纯哈，所以而且比较贵。我觉得买了这么多了，我跟你们那买的这个耳环，还有那个这个这项链，现在它又以以前没那么粗啊，现在搞了一挂粗的这个，还有那个手手镯，黄金手镯哈，还有戒指。 呃，我说不要买黄金了，你们俩现在选小花又又跑过去买黄金了，我真的是，真的是要气死！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是亏了哈，就是亏了，这个花了好大几千了，这个又换了一条大的这个，反正我一一一拿钱拿给小花同志的话，小花就拿去买黄金了这个，我感觉，小花、嗯、，Why n y b o d y people like God? Because. Nepal people like gold because Nepali married Nepal. <laughs> married, married okay. need man need gold. Yes. We, we get married finish. You don't need get married you got her No, I need many, many gold. You need many, many gold. gold yes. We are go China. China mama, China um, mother give you gold. Big guard？No，我现在需要。你现在需要？我,中我要去中国不需要。你去中国不需要？I s o l 我卖。哦，小花同志他说他去中国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给卖掉去，呃，然后他在中国他说他不需要。其实我们在这买的话，我感觉很吃亏哈。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这个买来买去又买了又卖。 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，买了就不会卖哈，他这个竟然把这个卖掉去，我觉得到时候我们也不要卖，我觉得是会吃亏的这个，而且这边的黄金我觉得也不太那个，没办法，这个给小花同志每个月的一些这个，呃，工资钱吧，这个辛苦钱、辛苦费哈，就是拍视频的辛苦费，他自由支配吧，我叫他不要买他，但是他喜欢嘛，那没办法，啊、呃，实在是劝不住啊，劝不住，他要买就买吧。 就把这个黄，这个项链又加粗了，加大了。好的，哎呀，我们的小可心已经这个睡着了哈，就是现在是两个月了，再过三个月吧，我们的小可心的话要办那个生日宴，还是三半个月的这个什么生日宴啊？什么情况？又要给这个小可心买黄金啊？我不知道他们这边是不是太喜欢黄金了？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个分享到这里了，小花，拜拜 <bye>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 我们下课星再见，下期再见。下课星睡得非常好啊，这个帽子是小花买的，非常好。Very goo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